见证奇迹，什么奇迹？奇迹的时刻，天黑了是吗？好了，我们掉到五点，我们就自动钓鱼机钓到五点，那这时间就是可以跟你们聊天。我再去找找看，自动掉天黑啦的那个插件。苦力怕在哪里？该插火把了。附近还是需要亮。那边有猫，然后苦力怕一直往回跑。好，他走了，他走了。欸，这不会长，我真的是有点想不通欸，为什么啊？好啦，现在是钓鱼时刻，就我觉得苦力怕如果走过来，我会死欸。能钓到一半都还。然后你们聊天室就只剩下我啊 ，www。啊！走猫的事业妹，不是啊，苦力怕也怕猫啊。啊，这版怕猫的叶妹没有啊，苦力怕也怕猫啦。现在下来能盖什么？羊的话再去牵回来。啊！我在干嘛？我真的很习惯一按到 ESC 马上就那样子欸。安安，靠！你该不会是江江吧？我不知道欸，好像又不是欸。好困哦，完了，我睡觉时间又到了。要那种睡个一两个小一，睡不到一小时就醒来，然后又超无力啊。
只能调音量，哇，这真的是很烂呢。哎，左边有只猫，那这样子就真的很惨了哎。这样子，你看哦，我要么就是把这些音量都拉大声，那把这拉小声。先睡，没有啊，就凑到5点嘛。因为能多开1分钟是1分钟啊。而且我现在不能挂网，附近没擦亮，我不敢挂。不然就是这个东西我要盖在地底下。而且铁巨人还没盖出来哦，不行，我需要命名牌。直播睡觉不行哦，会被警告哦。哎、欸，又升了。看看你卖什么。低能，真的是低能，车距还翘，哎、欸，送我的、喔、这么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嗯，看一下石匠这个。烧过的石头要烧吗？哎、欸，工具是什么啊？热带鱼桶不错，为什么？我隔壁就热带鱼，就热带海洋了、欸，哎，不是啊，那个工具不是你，这是武器吧？武器是不是也算那个啊？那个绿宝不是绿宝石啊，武器也会有那个稿子那些。啊，先钓鱼啊，那个是之后再说，那太后面了。热带鱼为什么不错？请解释给我听，我想听而已。嗯，你说热带鱼杀掉就有热带鱼是不是？然后可以拿去跟渔夫交易这样吗？来，如果5点前有钓到命名牌的话。我要干嘛？我就去睡觉。没有啊，不要再立了，我好怕哦、喔，那边乱立。热带海洋难找？不会啊，我这沙漠右边就是热带海洋了呢。简维维安。你到底是谁呀、啊？我不是说简维维啦，我说那个繁星隧道是谁啊？武器只有剑和斧，那个镐子、铲子跟那个嘞，是要用是要做什么？我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。牧羊人工具哦，锻造台是不是？2个铁，4个木头。
贝蒂安安。不是我在想那个什么。首先，先要有那个图书管理员嘛，然后就是种大量的甘蔗，然后去跟他换。要睡觉了，对啊，快死翘翘了。晚上7点再继续玩啊。要么猎龙，要么猎龙，不是啊，要么猎龙，要么麦块啊。再钓一个，我就去睡躺床啊。你是说要睡觉，是麦块要睡觉了，是不是？音乐，钓鱼声又太小声，烦你。你看这边钓鱼没有下鱼，又觉得不好。有啦，我用石头了啦。你刚没看到我已经在用石匠交易了。所以我在想烧石头好还是？你看哦，他目前是，你看20个穿一个绿宝石，可是前提是还要用碳。然后烧还要时间，啊，算了啦，送你啊，送你啊！而且我现在还是捞岩浆啊，好像也还行诶。等一下哦，去地狱捞岩浆。我提这么少。白痴，我拿太少了。一二，好。上面再放一个漏斗，哦，对啊，那个制剑师我知道，好像是半组换那个绿宝石，我觉得制剑师还 OK 啊，只是
我就是没有木头来源啊，目前啊，我还是去地牢好了。不是啊，我的木头长不大，这是重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到底是哪里不对了，木头就是长不大，很困扰欸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木头就是长不大嘞，所以我刚刚缺那个啊碎石，不然我刚刚其实会做那个自建台。空间太矮，没有啊，刚刚很顺利长欸，是我加了上面那个之后就不长了，所以我等一下就不压制了吧，我等一下就直接打开来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傻眼。然后至于牛的话，灯玻璃烧好了，再来还要投掷器、发射器。要线跟木棒，所以其实还要盖个神怪塔，是不是不够亮？可是这是露天的欸，我又不是在晚上，这是整个大露天欸，跟阳光有差吗？我是不知道啦。三四，会吗？会有影响吗？还是我就劈掉了，神木就砍神木吧。所以是太高，太矮，傻眼。好，那我知道了。那搞好这个，我们就休息吧。啊，这边嘛，然后一二三四，这个很忙，超忙的啊，忙到翻掉欸，天哪，一个人的生存真的是好忙哦。请问我到底在干嘛？没这么给力的吗？然后木头这样子，然后两个这样子，自建台。那哪个没有用呢？我看一下哦。目前，你没有用。哇，傻眼，这样就长出来了，哇！先把这个放这里，然后这个放这里。哪一个是自建？是你对不对？牧羊人，我靠！
自建，这是鱼，渔夫，你吗？制图武器。欸、不是啊，啊牧羊人怎么还没有变回去？牧羊人嘞？欸？欸？欸？啊你呀、啊？啊不是把那个给换掉，你赶快变好吗？好，那再来就是先砍一下，缺木头了。好了，五点了。那现在就只剩下命名牌而已了。那个我们晚点开台的时候再来继续钓鱼吧。好啦，感谢今天下午的收看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好啦，你们应该没兴趣啦，没有啦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我来交易。欸看一下哦，你不是牧羊人，你好了没？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啦，那我们就是晚点见咯，晚点七点见，那拜拜，我要去睡觉了，波波。是不是睡醒都会多一只颜色的猫啊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不够五格吗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六格哦。所以以后如果玩 UACC 要挖六格高、哦。哇哇哇哇哇！好啦，这睡醒再挖，赶快去睡觉，不然没有事情可以做，不能有事情做。不能做事情。哎、欸，这牧羊人还不变呢、欸。应该没纺车机了啊！啊，不然把这个打掉好了。木桶打掉。好，我们睡醒再来看看它有没有变。还是我工具放里面啊？好啦，大家拜拜。